重新铸造的阿米，见到自己的身体缩细了之后，就觉得好难过。子弟在身边见到了，他就问：你们难过啲乜嘢啊？我哋变细咗啊！咁你哋嘅角色有冇变细啊？冇啊。咁你哋买嘅嘢有冇买少咗啊？都冇啊。咁你哋难过啲乜嘢啊？我哋个样变细咗啊！我哋个样只不过系 ……OK， 呢句说话向观众讲啦，样。我哋嘅样只不过系虚学，虚学嚟啫嘛。望观众讲。最紧要系我哋嘅本质冇少到。阿咪听完子弟讲完呢句说话之后，就冇再难过啦。好，唔该晒。啊，Cherry，请一